丽丽，早上好。呜呼呼，妈咪布。宝贝们，早上好。你们戴着安全帽要去哪里呀？哦，你们要去建筑工地进行实地考察呀，真有意思呀！祝你们考察愉快。哇，当心！哎呀，宝贝们抓紧了，这里没人能把板重新放下连接好啊。莉莉，你能不能坚持一下？救援马上就到。太好了，别担心，超级卡车知道该怎么办的。嘎儿，运河那里出现了紧急情况，莉莉和宝贝们被困在桥上了，你能帮帮忙吗？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超级卡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个点子好，我们需要一辆能在运河上航行的船。哇哦，一艘超级大船，完美。糟糕，它要掉下去了。超级卡车，快接住它。干得漂亮。啊，要不要的。哎呀，快打开你的网，哎呀，真险呀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超级卡车，莉莉坚持不了多久。快，使用 ST 三千，要快！你可以用隔空射线让大桥强制关闭。哎呀，莉莉，坚持住！没事，快再试一下了。哇哦，你真的成功了！太好了。别担心，你们现在都脱离危险了。我们到了。宝贝们，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都能去参加实地考察了。你们说的对，今天的确多亏了超级卡车，它总是一如既往的棒。超级卡车，这个点子好，也许施工队可以把大桥修一下。朋友们，祝你们玩得开心，下次见。
Hey, kids, thanks for watching. If you like Super Truck, click here to subscribe. For more adventures, click here. See you on the road.